突如其来的分离。为什么别人带孩子都不累呢？为什么我带孩子这么多事儿呢？怎么了？就所有人都在，带场面。我明天要不在行吗？我呀，干妈也是妈。妈妈，我今天就是你妈妈。Welcome home. This is a home. Oh, baby, come on, don't do that. This is good. 有触及底线的冲突。安吉，今天干妈的任务很艰巨，你能帮帮干妈吗？给他穿裤子，感冒了。你先等会儿。老公啊，你觉得如果我今天不回去，你们在家的话有问题吗？米莉，行，不许闹了。哎，我不理你，因为我的就跟他。A 姐不能往那边去啊，东西太乱了。哎呀！他从桌子上跳到沙发上。Why was he on the table in the first place? The table isn't even not here. 妈妈。哎。求你帮我，好累呀、啊。饺子，妈妈做的不好，你得原谅我，因为我真的尽力了。哇，天哪！我以为我走一天我会过好日子，要打多久？哦，我觉得你每天晚上都在打电动。别说，不是，谁都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们开始进入神奇的孩子第一届耍帅大赛。哇！哎，他们长得都好帅呀、啊！哦，好不好帅？谁的那个技术最棒？我。你看，哎呦呦呦，这眼神，最刻苦的是谁？我牙被撞松了，快哭起来。谁比较帅？我比较帅。你哪里最帅？你觉得？我全部牙都帅。为了确保大赛的公平公正，我们请来了一位大师。你等着。明星大侦探第二季收官派对现在开始，有请明星大侦探总导演小盒子上台致辞。小盒子，哎，人呢？怎么什么情况？好奇怪啊！出大事了，我们总导演他。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死了？是开玩笑的还是真的？他真死了。不是，导演死了，两位导演死了。毕竟总导演死了，我们先适度的表现出五秒钟的悲伤。我发飙了啊！冲啊！白白喜欢的都买最好的，萨侦探喜欢的就搞点打折过期的吧。2007年2月份的豆，十年前的豆，你们买给我吃。不玩了，大家回忆一下，这两季为什么我的人设是住孤生？这都是导演组下的套。那你为什么刚刚有一腿？你被睡了？你有没有被睡？我们没有。第三季的嘉宾居然没有我。哎，怎么没有我？奇怪啊。我嘞？那我也没有我。这是档节什么节目？别激动啊，激动全是动机。你跟我说话注意点啊，现在我不是原来那个我了，我现在膨胀了。内部认购上，我就当这一集的侦探了。应该练速记有方法啊，这多难呢。所以一幕式还是这么练的。现在有小孩10分钟看34本书。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看歌手特别好，他可以知道怎么样才能上节目。这节目能播到，我这个套路给大众。为什么那个歌手啊、艺术家好多都说的你清华？哪有？没有自己。躲不掉的玉米牵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日打万金，往里一扔，咚！我们就用2小时给你拿过来，半个小时就好了。这就说明胜利在望了。掌声！哎，怎么了？卡住了。
想不够的向往的生活，这才是够向往的生活。来个鸡腿怎么样？哎，黄老师真的是最后一晚餐了，不知何年何月咱们再相逢了。可以想到这个地方吗？以后还能吃你做饭吗？可以。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一起洗碗吗？那一定有机会。告别了，我可能会自己偷摸来一趟。快乐不假，你懂得呀，还有什么会放不下？出发。